小姐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店没有适合您的类型。其实个人觉得您穿或者不穿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也许您可以去别的店看一看，也许您能找到您需要的。我喜欢很久，我觉得你还是不太适合我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我觉得你还不是我想要的那种类型。我希望你是一个很好的人，我希望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人。不行，我们还是分手吧。你是个好人，真的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。希望你还能找到更好的，但是你并不是我想要的那种。我觉得你还能找到更适合你的。这么手机掉了哦，同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个男的。